不过基本的效果是一样的啦。哦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在牌这边线跟线的一个交界处，仔细看好，不要眨眼睛哦。轻轻的戳下去，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它穿过去了，笔的力量什么时候变那么大？不过这还不打紧，接下来的事情会让你更震惊。嘿，完全没有波动。